技术革新带动科技革命，同时影响着我们的出行生活。智能制造带来新的手段，满足多元化的消费偏好。智能驾驶带来全新用车场景，用户需求不再是单一的移动，新的出行空间和体验才是他们的渴求。那么未来出行到底该是什么形态？简单化、标志性、平台化、数字化，但同时更要彰显个性。新的出行方式将不再拘泥于交通工具本身，而是硬件、软件和生态的融合，汽车将被重新定义。我们在一个整车硬件平台加一个 Adigo 软件平台的基础上提出了 MMYC 理念， Most modular yet characteristic， 以模块化实现个性化。极简的软硬件平台链接及丰富的软硬件生态，淬炼出了广汽全新概念车 MOCA。 创新的车辆新总成，删繁就简，最大程度为你提供可操作的个性化空间。线上的应用商店和硬件商店可提供个性化可选择的软硬件配置，线下通过数字化工厂制造汽车和硬件，你可以为自己打造独一无二的专属出行空间。以功能性为设计的最终导向，用打造数码产品的方法设计汽车，摩卡太光辉的外造型充满未来感。环形屏是你的名片，通过灯光色彩、明暗的变化，随时随地展示你的感受，呈现丰富、个性化的信息。环抱车一圈的交互灯带呼啦圈是你的另一位智能助手，通过光芒和你实时交互。打开对开式门，用户将步入一个家居氛围浓厚的车载空间，内造型的框架平坦通透，最大程度扩大了车舱的空间，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家居风格，随时调整座椅的位置和方向，你的需要都能被满足。围绕摩卡内圈的呼啦圈在与外圈交相呼应，设计由内而外，没有边界，没有冰冷冷的屏幕，屏幕只在需要时亮起，沉浸在居家氛围中，科技而有温度。主驾激光雷雕菱形纹的小牛皮材质，搭配高质感的金属喷砂铝面，柔软舒适，兼具现代感。副驾座椅背板使用环保舒适的半植鞣皮革，将自然休闲的感觉带回家。后座就像一个游乐园，让孩子们能尽情撒野。摩卡搭载 Adigo 智能物联系统，可连接所有常见智能硬件，形成万物互联生态系统，为您带来不打扰的个性化体验。一加一软硬件平台，形式极简，体验极丰，有限车空间，无限车生活。摩卡，开启你体验新篇章的出行伙伴。